要求小心。你们给评评理、啊、怎么说话呢你？他都能当你爷爷了，你跟你爷爷这么说话吗？你不让座就不让座，你犯得上淘气这老爷子吗？他调戏我，真没见过这样的人。你让不让？你信不信我让司机停车把你轰下去？你这种人就不该来坐公交车。没错，你坐出租去，那没人叫你让座。我活这么大岁数，没有人敢调戏我，他调戏我。对不起，小姐。对不起，我是电视台的实习记者，我想问你几个问题。你刚才为什么调侃一个老年人啊？就站起来让我做的事，您为什么就不愿意做？这样，这个要尽快住院治疗啊，淋巴系统。谁中了？你对自己要有信心啊，还有时间啊。把他称为墨镜姐。此时呢，有一位老人上了车，就站在他的旁边。而我们这位墨镜姐呢，则是充分发扬了当代人少管闲事、淡定克制、安之若素、不为所动。昨天在公共汽车上，我很失态。我应该给那位老人家让座，我太放纵自己。我愿意通过这个机会向那位老人家道歉，也请大家原谅。可我没挑衅那个老人家，你只是当时的一时气话。我想请假。然后呢？怎么样？我现在就要请假。敲门的姐，你别误会，打扰了。